狗狗死后会不会怪主人？白翔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外科疾病专科医生。不会怪主人的，狗狗死后不会再有意识，因此也就不存在怪主人的情况。当狗狗死亡后，主人应妥善处理狗狗的遗体。如果主人家周围有森林，并且狗狗是自然死亡，那么就可以在森林中挖一个深点的坑，然后将狗狗深埋即可。但是如果主人家在城市，并且狗狗是患有传染性疾病死亡，那么建议直接联系专门处理宠物遗体的单位，对狗狗的遗体进行火化处理，这样可以防止传染源继续传播，做到无害化处理，并且要对家中及狗狗生前的用品进行彻底消毒通风。在之后的1至2年内都不建议主人再次饲养其他宠物。